萨瓦迪卡，最近看特别多的泰国主播吃的这个小茄子。里边怎么像辣椒整似的？辣椒籽儿，全籽儿。有点茄子味儿，但是还有点苦。来个大的，这里边也好多籽儿。这个好像不苦了，然后蘸这个酱吃，豆瓣酱还行，就是和咱家茄子一个味儿，没有咱家那茄子，就正常炒菜那茄子好吃，我感觉。